希望，就是说都会那个啦。 我哋如果依家走咗嘅話，可能警方可以從暴防線，咁已經冇機會再有任何嘅方法去表達我哋嘅訴求噶啦嘛。會留守到聽朝啊！如果即係睇下個警方會有啲咩反應回應啦。冇一個政府係會咁樣對待自己嘅人民咯，所以我覺得好過分。我哋係香港人，我哋應該企出嚟撐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咯。我看到這些年輕人很讓我感動，我覺得他們不知道香港有沒得救，但是他們還是在救。